件是什么？手套。你们都错了，这可是灭霸手套。灭霸手套。对，这个灭霸手套呀，可以穿越时光哦。今天呢是放假的第一天，老师带你们去旅行吧。哇，你们快看，在外面有好多星球了，还有陨石碎片呢。我们真的在时光隧道里面啊。灿灿老师，我想去游戏世界里看看。臭臭美丽，你们呢？我们跟大象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第一站热带雨林，出发。哇，这就是热带雨林吗？走吧，沙子吹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好，我们走。这是第三站，雪地地图。好冷啊，老师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们穿件棉衣再来啊。忘了忘了，那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地方。第四站，海岛地图。哇，这儿的风景真好，海风吹得好舒服呀。你们还想去什么地方？我们继续出发。你们知道点击下方抖聊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奥利给！你们分头寻找装备，我在后面给你们打掩护。大家记得 C 点集合。嗯。装备找的差不多了，去 C 点集合。这是什么装备啊？地图里还没见过呢，说不定是什么新装备，很厉害的。谁让你动我的装备？大声臭臭美丽，救救我呀！你们见菜菜老师了吗？不应该啊，说好的 C 点集合怎么会不见了？我们去找找。菜菜老师。菜菜老师，菜菜老师，我在这儿。哎呀！啊，菜菜老师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菜菜老师怎么变成雪人了？怎么办啊，大圣？我们现在要将雪融化，然后把菜菜老师解救。跟我来。看，前面就是火焰山了。这也太热了吧！我已经满头大汗了。大家坚持一下，我们为了救菜菜老师，先把岩浆搞到手。到时候菜菜老师就得救了。我取到了，走。好冷啊！这菜菜老师真不让人省心啊！点击下方抖聊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